外科赶紧去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那若无你，你家都总有一天一定会扑街啦！我宰掉你就来啊！就辛苦你。你讲是真心要无条件，是听出错？那是伫个选择的过程当中，我有发现王总裁你讲话无算，那呢我甲田温就随退出选举，所以你今麦阁有需要，阁考虑一下。段，有啊啦，万金啊，时到恁听的是当断算听听话，我要提的物件拢无去配合，安尼你就难怪我哈。王雅慧，叶志成变成白痴，黑秀英被离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若请教无错，想要警察官来调查。谢了，我要加速啊！你落去判断是出警事。你给我别开啊！我来杀。之前你是不是你想要我出来参选？但不过我无胆，即马会当跟你讲，我决定要出来参选。万天啊，家电话来，我会全力支持你选举，选掉了嘛，绝对袂跟你讨论者。你个飞放开哦！因为你想要见的就是小轩，你无法度看到伊发生任何危险，其他的代志你根本就无考虑。莫尼卡，即卖紧，我靠，赶紧去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那若无你，你家都总有一天一定会扑街啦！我宰掉你就来啊！就辛苦你了。你讲是真心要无条件，是听出错？那是伫个选择的过程当中，我有发现王总裁你讲话无算，那呢我甲田温就随退出选举，所以你今麦阁有需要，阁考虑一下。段，有啊啦，万金啊，时到恁听的是当断算听听话，我要提的物件拢无去配合，安尼你就难怪我哈。王雅慧，叶志成变成白痴，黑秀英被离吧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若请教无错，想要警察官来调查。谢了，我要加速啊！你落去判断是出警事。你给我别开啊！我来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